据 Friend 和经纪公司结束了6年的合约后，成员们就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，就连个人 IG 也很少更新近况，让粉丝们都十分好奇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。而日前 据 Friend 的忙内研制透过 IG 问答回应了粉丝们各种提问，当他被问到最近在做什么，他表示我吹着冷气玩得很开心，随后也向粉丝们保证很快就会安定下来，要粉丝们不用担心他。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自己在做什么，但从研制的回答，粉丝们推测他可能正在忙着钻研新事物。由于他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间公司签约，因此也有可能在休息阶段。相信不管未来怎么样，粉丝们都会一直支持着研制的。